在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，从吃生冷食物到学会用火将食物加热吃，是人类文明的最大进步。而中国人的火锅就是中国人智慧进步的一个有力说明。根据中国的考古历史，大约从10000年前就能看见华夏大地上的人民开始用陶制的鼎对食物进行烹煮。如果说那个时候的人能吃的热食就是最简易的火锅了吧。最初的鼎是由远古时期陶制的石具演变而来的，既是由釜、陶制脚和灶的组合而成的。鼎的主要用途是烹煮食物，鼎的三条腿便是灶口和支架，釜下烧火可以熬煮油烹食物。早在5000年前的浙江便已经有了火锅的初级状态，而那原始的火锅是与陶釜配套使用的小陶灶，可以很方便地移动。由此可见，中国人喜欢火锅的历史有多悠久。关于火锅的起源，民间还有两种说法。一种说，战国时期既有火锅，使人以陶罐为锅；另一种说，是火锅始于汉代，等就是指火锅。西汉海昏侯墓文物中出土了火锅食物，可见火锅在中国已有几千年的历史，是足以有真实依据的。给火锅一个非常准确的名词解释，就应该是用火烧锅，以水烹饱热，煮剩食物后可食用的烹饪方式。现代人给出了一个更加具体的解释：火锅一般是指以锅为器具，以热源烧锅，以水或汤烧开来涮煮各类食物的烹调方式。同时亦可指这种烹调方式所用的锅具，其特色为边煮边吃，或是锅本身具有保温效果，吃的时候食物仍热气腾腾，汤物合一。要想介绍清楚火锅制作火锅所用到的材料，那是一定要介绍清楚的。在不同的历史朝代，火锅的形态和相应的器具也各有千秋。那么在整个火锅发展的过程中，火锅的器皿又经过了哪些变化？中国的地域那么广阔，各地人民的火锅器皿是否都相同呢？今天就让我们来看看从古到今火锅器皿的变化与发展。陶器应该是古人较早用来烹饪火锅的用具，陶制炊具在古代曾被人们长期使用。就陶制鼎这一器具而言，它是古人常用的食物烹饪用具。鼎一般呈古斧状，底下受三足，用以支撑。鼎内可以放入清水、肉类或者蔬菜、粮食等烹饪原材料，待用火煮熟之后便可以进食了。用鼎制作的食物与当今的菜饭有些类似。从商朝到西周是中国奴隶制度到封建制度变革的时代，也是在这个时期出现了一种小铜鼎，高不过20厘米，口径15厘米左右，有的鼎与炉合二为一，即在鼎中筑有一个隔层，将鼎釜分为上下两部分，下层一个开口可以送入炭火，四周镂空做通风的烟孔。有的鼎釜较浅，鼎中间夹一炭盆，人们称这种类型的鼎为温鼎。它的形状就跟我们今天所用的火锅有些相似了。在1989年，江西的一处商代墓葬就出土了一只温鼎。而随着时代的进步，汉代还出现了一种染炉染杯的小容器，这也是一种单人小火锅。直到2000多年
分为五格供客人涮用。那时的火锅又称暖锅，主要作用是煮肉食用，这大概就是现如今重庆九宫格的原型吧。到了清代，各种涮肉火锅已成为宫廷冬令佳肴。火锅是中国所特有的食用食品的方式，火锅的圆形设计使就餐者集成一个圆圈，也在预示着中国人讲究团圆的传统习俗。火锅从出现雏形到现在，千百种吃法贯穿着整个华夏文明。到现今，火锅器皿上的变化并不大，铜锅、铁锅、砂锅等锅具只是在制作上更为精致，多已使用几千年以上，而现用的最普遍的也最为广泛的锅具为不锈钢锅，也就是俗称的白铁锅。在我们的研究调查中发现，虽然火锅器皿的变化不大，但是在制作火锅的燃料使用上的进步却是一日千里。从柴火到木炭，从电炉、酒精到瓦斯、电磁炉，主要是随着能源的使用便捷性在改变着，而以木炭的使用历史最久，也最有风味，但也是最污染空气的一种方式。只是中国人很多为了能吃到更具美食原味的火锅，对炭火锅还是情有独钟，而电磁炉虽然最干净也最方便，但风味较差。瓦斯最好控制火候的大小，方便好用，不过却也较危险。不管如何，制作火锅已经成了日常百姓家最简单方便的一道美食了。